小伙伴们，由范迪塞尔领衔主演的好莱坞特工电影《极限特工》终极回归的续作《极限特工4》再次归来。这一次《极限特工4》中出现了新的中国演员，从目前已知的名单中有周杰伦、张兰心以及王源。以范迪塞尔为首的极限特工们，在面对恐怖分子想要夺取科学家为阿兹海默症等神经性疾病研发的新药剂，而为己用制造世界灾难时，历经艰险安全护送药剂并解救科学家的故事，在为维护世界和平并为世界医学进步发展做出贡献的过程中，范迪塞尔也逐步直面了死亡，战胜了恐惧，并重新认识了自我。好莱坞硬汉和中国小鲜肉的组合会如何在特工电影中表现？我们一起期待吧。